估计差不多，再炒到粉，嗯，加上就有点咸了。行行，要不关把它把它给关了吧，关了，然后咱们把它给整出来。嗯，现在有点发黑。嗯，对。你光就是像那个胶带呢，这个油温你怎么给它降下去？冷却吗？自然冷却的。自然冷却的。嗯。不用点水了。对。这个导热油的话，你们现在这个导热油是二百多度。对，设计温度200度。嗯嗯，你把它给升起来吧。你升着我拍着，你升吧，你升着我拍着。你升吧，你升吧，你升着我拍着，我拍这个视频没事。